店员就想要装熟，说哇好可爱哦，你们母女真的很像，然后这样。是不是因为我们比较容易会被叫阿姨，所以就特别叫这样？那叫大姐可以吗？大姐不行啊，你才全家都大姐呢。好高级感哦！的这个 I K 里胎盘精粹，那这个胎盘精粹到底有什么样厉害的地方呢？厉害的成分叫做 bio 胎盘素，其实就是当中的主角，应用到的是五大生长的因子，再加上小分子的氨基酸，它是透过了特殊的这个生物发酵的科技去做植物性的淬炼。哦，植物，所以它不是动物性的，植物的，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你可以比较放心。好，那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 bio 胎盘素之外，其实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很厉害的专利成分 L22 的这个专利，就是重组22岁的激活啊。我再解释一下，就是让你回到22岁那年最青春的状态。当然了，快点带我去回到22岁。它主要可以帮助我们什么，在胶原的部分做到优化，以及它有这个抗斑跟抗皱的作用。那么保湿这个是基本款，对不对？做好了这个油水的平衡，抗氧化也能够达到很好优异的提升，以及对抗紫外线带来的伤害，帮我们补足青春能量，转瞬之间变成女神，快变成22岁哦！对啊，好想要哦！金珠姐姐就是爱用者，好。然后呢，它的使用之前哦，你真的看到斑斑点点吗？超好，它肤色比较暗沉嘛。可是你发现到持续使用一段时间之后，判若两人。这是真的，这不是作假。搬去哪里了？好，你会发现到暗沉的部分淡化了。叶妈妈呢，她是在这个颧骨斑的部分比较烦恼。持续使用一段时间，你会发现到它更进化。这好扯，对不对？它是全脸可以用的哦，你不用避开眼周肌肤，眼周都可以，对，都可以用的。再来，你看28天而已。它的鱼尾纹的部分能够改善这么多，哇，真的是让人觉得很有希望。是，你只要看到保养成分放在胶囊里，对，就代表它里面含有非常高的活性成分，而且它这个胶囊不是普通的胶囊，它是生物胶体，它是有微细毛孔在里面的，然后这个生物胶体呢，加上它的一个特殊技术，它那个技术呢，就是如同像是那个时空胶囊无菌包覆的这个技术一般，能够让我们里面的成分随时都维持最高浓度的活性哦，回到22岁，对呀，而且它是润而不油，对哦，两手摸起来已经不一样，对啊，这边超柔的，然后整个很滑顺，但这边还是一样感觉。你比出来我们看一下，有啊，你看就有差，哎有哎，左边的那个很扯哎，整个提亮了，截然不同。